一盆驯养特别照顾的小哥喵。妈妈用她温暖的怀抱呵护着我，用她那并不是很高的身躯总是背着我奔走于家中与医院之间。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，那个没有星星的晚上，在半夜的时候，我突然发高烧，而且肚子痛。爸爸不在家，是妈妈在半夜里把我从家中背到了距离家中多远的很远的医院里。那晚没有电，天上没有星星，路上是漆黑的一片，路上只有妈妈背着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发出的声音。我在妈妈的背上感觉到了她的呼吸是多么的急促，心跳的是多么的快，我同时也听到了她心里一直在说的一句话：孩子就快到了，挺住啊，要坚强。爸爸妈妈的感恩心，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给了我生命，谢谢你们养育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永远不曾忘记。我知道，就是我用尽我毕生的生命，也无力报答你们的爱。不管如何，我都将会努力。赐一句祝福给我们的同学。